你好，这张可以不用放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于台湾，我来自于朝阳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，名叫林雅萱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湛颖，也是来自台湾，目前就读台南护理专科学校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华源，来自亚洲大学经营管理学系四年级的同学。首先请问大家参加这次活动的感受如何？我觉得非常的棒，而且这科技非常的先进。湛颖您觉得呢？我也觉得超棒，忍不住，这校长根本忍不住。好，我也觉得非常棒，然后也认识到就是很多人，然后大家也都很热情，也很希望可以再跟大家多做交流。但是有看到很多蛮厉害的科技，就是可能台湾还没有开始发展，但是我们其实来这边有先体验到。认识到新朋友有什么感受？我觉得他们的知识都非常先进，然后因为就是交流之后呢，就是有让我学习到蛮多东西的，然后我也觉得我 AI 技术有进步。我比较期待我们今天下午要去同济大学，然后想要看看这边的大学的生活是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差别。而且其实同济大学在亚洲排名是蛮前面的，同时我们也是毕业生，有带学硕士服过来拍照，那也希望呢可以跟同济大学的毕业生一起合影。起跑，期待吗？就是我也希望可以这么起跑。对，因为我的学士服在台湾，我忘记带了。对的，所以我就是希望可以在就是同济大学可以穿旗袍跟大家合影这样。结果旗袍也忘记带了，但还是有美美的拍照哦。一起坐船游览苏州河吧。我现在感觉非常的震撼，这边建筑物超级像在国外的，而且非常的美丽，就是比台湾的淡水河还美多了。我觉得哦，我看到另外一片景色，那对我们的作品呢，可以有更上一层楼。欢迎大家来苏州河，来上海玩，拜拜！也欢迎下次再来上海穿旗袍拍照哦。